这个呢，药水先喷进去，让它有时间腐化。这个呢，在这边洗，因为它太长了。你看现在洗得很亮哈。对，那你在这边刷，在这边，这药水很好，哈、啊，也要刷，粘得紧紧的，两年了，懂吗？这个机器一定不是什么两年洗一次，一定要半年洗一次，机器就不会粘的，反而对我们自己也好洗。你看这里面，你看污垢，不见得药水，你看都洗还洗不干净。你一定要用那个牙签，你看牙签把那旁边都挑了，老二一定说妈你神经病，你搞得那么脏，他一定骂我的。OK， 就这样。我是爱干净，没办法，所以人，你看用调羹，用牙签哈、哦，牙签可以把这些里面角落，药水还洗不出来，洗出来可是它跑不出来，好，你录个几分钟就好。我说我的手机没问题。好，就那个什么，就那个叫什么？就那个什么那个，师傅的 all you can eat 那个。三分钟啊，我跟你啊，三分钟，寄给儿子。这个呢，先把机器先打开， yeah. 这个到时候拔掉， yeah. 机器一定要打开，拔掉。如果你不拔掉，它机器一直咬你，没办法洗的，手都夹断了。好，就这样了，药水喷下去，其他这边药水没办法喷了。到时候用那个布来擦，它就很好了，我会洗得发亮。好了，我看底下要垫东西哈、啊，再来垫一垫。我觉得好像不行，要垫一个塑胶袋。啊，把它旧的换掉。什么旧的换掉？这个油啊，先把它换掉，没有拿新的。不是这样子的。压下去，你不要管，我知道了。OK。压下去，多垫两层，你懂吗？对，这不要丢，垫两层。嗯，好不好？就到这边呢，这边这样。嗯，好。那这边要那个，等一下漏斗，你看，三分钟了没有？我这个没有问题，我自己的。那你我那个是不是三分钟啊？哎，你那个也有。三分钟吗？是不是三分钟啊？我就这样子喷了。好，先这样了哈。让它滴。嗯。我是不是三分钟啊？寄给儿子，看你。一分钟啊。哦，你寄了。你等一下，你寄啊。你寄，寄三个人，你寄给他。你说要不要停车？问他。你帮我问，我没空。他应该不会要。你说要不要车位？不要车位，我们不停。他不回你，就不要停。药水喷了呢，也是要换。不管你旧的机器也是要洗干净的，我那个也是半年洗一下，可能每天去擦。如果不每天擦，两个月就要洗。每天擦半年可以，半年。